今天怎么样啊？顺利吗？我再也不要干这种事儿了，压力太大了，我感觉我的发际线都后退了一公分。爸爸今天可棒了。那必须的，不看看我是谁？所以，爸爸，下星期科学课助教我帮你报名了。不要啊！牛乃唐家真是平凡又与众不同的一家呀。